今天其实很 new， 很 new， 因为今天很多人我都没看过。你说死生都还没看过吗？对，就是来鱿鱼迷游戏之前。对，因为今天很多新手来玩鱿鱼迷游戏。对呀、啊，来我看一下，嘉莹哦，对，嘉莹。嘉莹，不是徐嘉莹啊，是魏嘉莹。哎，小魏，你没来过对不对？我没来过这个。你的体力如何？应该还可以。骗人！你常有在运动吗？有有，你看起来很虚哎。我看起来很虚。对。尊重在哪？你拿着运动来讲几个出来啊？我打篮球。哇，这运动量太大了哎！你只会打篮球，但我自己打了，自己打篮球，自己打自己打篮球是什么意思？打自己的篮球对，练投篮，自己的篮球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自己在你家有篮球场？我家没有篮球场，所以差这么大。我家篮球场，我就约你打球。越聊越歪，他体力好像蛮好的。对啊，对。范家有来过吗？这个单元是第一次来，你也第一次来？这个单元第一次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当爸爸了。体力应该很不错，很久没了。没有当爸爸，通常体力就下降了。对，没有小孩有多重，你知道？哦，对，是有多重？这倒是真的。小孩比塔林还重啊！真的吗？小孩现在大概六公斤，六公斤。对，要单身。那你会再这样练吗？是还不会，这样好像有点危险。不要闹，不要。好，今天有个更 new 的，哇，第一次来，而且五个一样高哎。没有吗？有些秘密在鞋底，有秘密，对，统一过，我们统一的，统一过，真的假的啦？对，好整齐的高度哦。你们的秘密是不同大小，对，每个人不同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来来，那谁的体力最烂？体力吗？对，体力最烂。我先问谁年纪最大好了。哇，但你体力是？本身是飞轮教练。体力蛮好，这个那你觉得你们团谁的体力最不好？对，最虚啊，练舞练到一半就想要休息。我觉得是这个。啊，一晨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觉得还好吧。还好啦，还好。我觉得是，我是心灵。他怕没有人。他有个名言啊，就是能做就做就不站，能躺就躺。这么懒惰？有一点。今天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那个运动方面的东西。可以，因为今天小魏跟 All In Fun 呢也刚好有作品，没错，来先好好宣传一下。来来来，好的，这个给你，谢谢。这是我的新专辑《我很好》，然后里面有和零九合唱的歌曲，叫做《天空有多少种蓝》。之后会有活动吗？之后的活动是没有，没有活动。演唱会卖完了，观众小魏的 IG 都卖完票，而且我觉得小魏的创作能量很大，对啊，很会写歌哎，他一直不间断在出歌，很努力。那我刚才问他说，哎，之前宣传的歌有在里面吗？他说没有，都是新写的，都是新的。天哪，你好厉害，超有诚意，一定要好好支持小魏，真的。来 ，Only Fan 这次的作品， okay, 我们的最新迷你专辑在11月25号正式发行，叫做 Prince， 王子。那跟上一张专辑的风格不太一样。哈哈哈哈哈！谢谢。这啥？太最新迷你专辑，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，对，年纪大了，对。所以大家可以多支持，支持 Only Fan 作品。可以。好，欢迎十位挑战者来参加我们的鱿鱼迷游戏。那今天我们会进行三关的游戏，每关获胜就可以获得一张奖励签。那如果失败的话，就会获得一张惩罚签，并且立即接受干鱿鱼掌嘴的惩罚。嗯，那最后你们当中会有人有机会获得最高3000元的奖金，那也有人要接受我们今天的终极惩罚，叫做 All in 你的胃。All in 你的胃，没错，我感觉你的胃。没错，就是有 All In 麦跟小魏。哦，没有给到，我没有给到，好烂。好，那反正大家就尽量的尽力来拼奖金来玩游戏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要先进行第一关的分组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只有两位女来宾嘛，那我们就两位女来宾来当我们的队长，猜拳选人。那你们猜赢之后就可以选，那我们就是选到一队五个人这样。OK， 来，雨龙跟小魏，你们先猜拳。两位女队长，来，你们直接到中间来，好。来来来，来，你们猜拳，赢的先选。好的。他说不，他说不，他说不。好，来，雨龙，你先挑一个。雨龙，谁要加入你的队员？你们先在中间。先选啊，你在中间。来来，小魏在中间。那先选你们其中一个好了。谁？来，谁？你选？怎么决定？不一定。好，我加入雨龙队。你们去干嘛？OK 啊。你没有在看鱼版吧？
哇！来，小魏换你选，小赖。你看小魏多高啊！我先选一下那个弟弟们，选谁？选谁？范家很猛哦。你怎么知道？比起我们体力还不错，我们体力。刚说这个玉成是能躺就躺，能坐就坐，所以你要选躺着。成文，教练，教练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是，你先选范家，先选范家。他觉得，但也不勉强啊。没有，没有，选半江来这边。OK， 选半江不是好，半江加入小薇。听从建议，对。袁姐，我觉得羽绒姐嘞，羽绒，你说半江，羽绒有啥名大？我觉得泽伟，泽伟，哎呦，泽伟他是我们里面最壮的。再撞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游戏，比如说，对，力气的，对，撞，那可以，可以。那不要冲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选聪明，选聪明，对，看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就听你的建议，就哲伟，哲伟，怎么办？剩下的，我看一下面相，看一下，能躺就躺，再看一下奶相，奶相，奶相，对 ，OK， 奶相有吗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博安比较大，对，有在练，那我们就博安。待会这样，哪像？要不要也去？对对对，你要还有什么像可以？我也摸，对，可以碰一下。我也比一个。我们现在是什么节目？手好，羽绒也戴。手臂好，手臂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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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臂像。哎，怎么差不多哎？那你喜欢哪个菜是你的？比较像你的菜，直接选菜。你选菜，你选菜，我会选菜。你选菜，看脸，看面相，看面相。伸手，手相。你选一个，是。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最终分配完成，那我们就前进第一关。第一关决战组网球，两队要进行3-3的组网球 PK。那你们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替换队友上阵。好，那哪一队先获得13分，那一队就直接获胜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派出你们的先发3位选手。好的，我们的先发是羽农、陈恩跟玉成。OK， 我们也是好了，我们就是小魏、杰明跟博安。OK。看谁要中，你们自己站好，对，自己站位置，怎么站位置 ？OK， 那我们两方先猜拳，决定先发球还是后发球？来猜拳，小魏跟小魏，好 ，Go， 剪刀石头布，想要给谁发？你们发，我们先发，我们先发，杰米来，雨农没有看到，可以。可以，你就打就对了，反犯规。快点，因为3-0，我先啦。好，他很强，你们小心。有，你，有了 ，sorry， 对，就是更强。没有，小魏很怪，怎么5-0了？是不是？
不是？四比零，四比零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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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看看完。可以，没有，可以，小心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小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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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戴头发可以，可以，最长的头发，给给给，全部，我们来，可以，有，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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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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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我不行了，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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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过去，可以，可以冲，没有，哦，过去不行啊。你在他飞过去之前这样子，没有，他不能过来，已经过来这里是没叫的，好，还没弹地前也不行。弹地就是你碰到地之前可以，碰地前上高，加油加油！啊，拍谁？叫一个，叫一个，叫一个，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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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，啊，好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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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没叫，没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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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好耶！你啊你啊！好球好球！不，为什么？牙啊！竹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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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？牙有牙吗？有没牙没牙没牙？没牙吗？他的那个我没看到，整个球体是这样子。OK OK OK OK。这样子。好啦好啦。你两分，得两分，没注意看。对对对，真的没。好好好。牙牙牙！厉害！强呀！哎，球很绝对。我觉得我你要不要换一个？我必须康荡一下。我觉得太丢脸了。没有，没有，让他们三个，你中间有球，有他们默契，我们超一派的默契。对，加油加油！你啊，你的你的你的，可以不可以？加一个，好球！哇！你看你看你看，就所以哇！我不配，来后面，有有有，后面后面后面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我们好，你们继续。好球好球，外面好球，还在打架在打架，再打架再打架！出界！有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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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，有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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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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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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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漂亮，可以可以。好了，开始。美国。好球好球，还有补一个。都好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，可以了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输输。我跟蓝色太远，很好，很好。你要打落地球第四，天哪！来，我们王牌范家，我是王牌吧？王牌范家。哇！逐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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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哎，牙齿有吗？没有，有有碰到。我的错吗？什么什么？到底有没有？逐渐吗？有牙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没看到。出界，出界 ，OK， 没问题的。九比五，稳稳的发，轻轻的，好球。所以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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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比五，你要不要上？不要，不要。阿林，好。我很容易赢你们，你们玩的好。哇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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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换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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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一个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个队形，这个队形。好，就这样。你们再赢一分，我就下去玩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的，好球，范家，好球，好球。可以，来，可以，你，这样叫你，补一个。来，我来杀球。耶！绝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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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我好，你来，来，你走，你们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十二比七，十二比七，轻轻的，啊！
12:7，十二比七，轻轻的。小卫队十三招获胜，耶！中中中，很强哎，你们！你他妈厉害，可以剪掉吗？好了，那我们江雨柔这一队集体都要接受甘露鱼将军的惩罚。今天是上，今天是母狮子。哇！姐姐可以轻点吗？轻啊！哎，那肯定很大。是啊，他好大，那么厚呢？打火已经特别大。有蛮厚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关的分队。那我们就请两位女队长，请选择两位你不要的队员，把他踢给另外一队。好残忍哦！好残忍哦！换不放两个啊？好残忍哦！好，那雨龙先选择。诱惑。好，我们先看雨龙怎么选。好，没关系，就随心。你可以把团员两个换过来，换过去啊。我说我最废，我把人家踢掉。好了，谁不想跟我们同一队的？你们过去啦。你留下，你留下。还说我？我诚实讲，你留下吗？怎么办呢？不是，你就留下你的菜，你看你要留哪一个？对啊，刚刚你这三个你没比过。好来，谢谢。你说，你说，你留下我的菜啊！所以我们要过去。OK， 选那么快，太快了吧？哇！所以我们换两个位置。那他们两个过去啊？我们两个吗？好，大哥交换。他们两个很强啊，他们两个手。那你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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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，OK 的 ，OK。你们两个说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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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关的游戏。第二关翻天覆地70秒，每队派出两个人进行50秒的翻牌攻防战，然后三个人进行20秒的文字记忆之后，两队交错轮流讲出各队可以组成的单词。那如果答错或者是重复的话，就会记仇一次。那先丑三的队伍就会落败。那所以两队各派出要翻的人是，我们要翻的人是伯安跟杰明。好的，我们呢要翻的人是陈安跟小薇。好，那我们两队先各派一个人，然后猜拳决定你们要黑色题库还是白色题库。小薇，你们的猜吧。好，跟小薇战吧。嘿，起来吧，打石头布，杀他布。好，漂亮。你选你爱的颜色，白的。好，白色，白的，我们黑队哦，我们黑色，我们白哦，一层黑队哦，翻白盖黑，翻白盖黑。好，我们是记白色，我们记白的哈。好，准备好50秒的翻牌，来，它是白的，计时。倒数20秒。好，四位一起帮我离场，然后我们进行20秒的记忆开始。好，请老五帮我把它全部盖起来。好，我们游戏准备开始，我们就从白队的范江开始。可以回答了吗？脑波、海水、电脑、陆地。
爱情。瓶口。公鼠。哎，有有。没有收录在字典里面。公鼠那么冷门的词，你怎么可以讲出来啊？好吧。短发。不行哦，短发。袋鼠，发片，公主，地方，动情，口罩。这不是那个罩啊，情人，水瓶，主公，照护，人格，陆海。情题，爱情感情问题的情题，情题字典没有。情题，情题太，情题有啊。情题吗？情题我很常用哎。情题没有。护法。哇，爱人。我有个词，对，我有个词我也不确定，我有个词我也不确定。照片。拜拜。不可能。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讲过，啊，你先试试看吧。爱情，讲过了。好，白队已经丑三了，所以恭喜黑队获胜。很难很难。情题怎么会没有啊？黑队获胜，就是白队要接受甘有余团队的惩罚。在下面翻，要打脸，要先打脸，要打过，要打过。是我不够攻击，就是直接进，有二五。凶，他很凶，他是恐怖的老虎啊！讨厌那个打最大力就对了，对，大力点，大力，不要你说，你家那么轻啊！第二关结束，接下来进行第三关的分组。那我们呢，场上会有十件号码衣，那请各位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跟号码。好，请开始进行挑选。好，就这样走，就这样，直接走吧。别乱拿。好来，有推荐哪一个吗？随便拿吗？推荐哪一个吗？没有，就是不知道他干嘛，自己喜欢什么就挑什么。啦，不知道他会怎么分啦，真是随便。那个这个好了，哎，真不知道他干嘛。啊，只剩粉红色。讨厌粉红，讨厌粉红，讨厌粉红，选粉红，没得选好了。直接好，那究竟这样的分队会有什么样的对决呢？我们就进行第三关。第三关跳跳生死斗，这一关呢，你们选到同样号码的人会变成对手，所以我们这一关是个人战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你们会一对一进行我们九宫格的跳跃攻防战。进攻方跟防守方跳在同直排或横排的话，就是进攻方直接获胜。那如果没有跳到同一排的话，那就是攻守交换，直到哪一队先，哪一个人先喊到。只要你挑战失败的话，就是直接接受甘有余长者的惩罚，跟什么跟什么钱。我们可以换一只老虎吗？刚才那只有点痛，老虎好凶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一号开始来进行挑战。一号是一号，来来 ，OK， 好看，来好看，好看啊！谁才是男团？哇塞，范刚以前也是哦，我不是。那我们就是像海带拳那样，我们就先猜拳决定谁先攻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可以猜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先来哦。加油加油，我完全没赢过。等一下啊。好，这可以直接跳是吗？哎，我你要喊一二三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好紧张啊。一二三。哇！
好可怕啊！我要喊哦，一二三，啊，哎呦，你跳很远了吧？一二三，哦哦，一二三，啊啊，一二三，啊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赢了。好，恭喜范江获胜！我们是个人赛，所以是范江独立获胜。我自己对，恭喜！我们是帮王胜。原来如此，我们要是这样要接受刚有余两个人吧？不恐怖，然后我们是恐怖的。大力点，大力点，欢迎，大力点，大力点，大力点。碧晨来，赢了啦！可以啊，交交交交，猜拳先猜拳，厮杀厮杀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来哦，成功，要数一二三哦，来哦，一二四，他们都跳很远，一二三，哎啊，哎啊，没错，进入校园啊！落在哪里？他本来是脚歪，但是脚不一样。哦，好恐怖！哇塞，小心玩哦！用生命在玩。二三，哇！一二三，哎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终于接受我们班有两个人。来，老虎来，我们赢是他们。老虎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是这一只啊？对啊，大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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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然后一二三，哎呀，差一点吗？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哎呀，好强啊！好强啊！来来，凶的凶，这个很烫啊！姐姐，这个要大力，这个要超大力，超大力，手一打，不要提上去，头发就算了，头发就算了，对，打正面的，我直接打正面，不要打正面的，他要打正面，好恐怖哎！来，好，四号，四号 ，OK 哦，可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杰明，你要放水吧？这很心机的，放水，来哦，先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来了，精英功。一二三！哎呀，你太远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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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边五号就行。加油！加油！小赖输了就好笑了。小赖应该不会输吧？好想看小赖输。加油！加油！你超美了。好来，一二三。做假动作，一二三，哇！小赖，小赖，不是啦，恭喜张宇龙老师，我是张宇龙，小赖输了，你输了，输了，小赖输了，怎么这么明显？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
喜欢苏永月两只一起打。大力点，大力点。好，我们三关都游戏结束，那我们要结算大家的成绩之后，然后进行我们抢奖金的环节，进行命运赞助台。好，命运弹珠台。那我们现在大家奖励签跟惩罚签都已经投到箱子了，有没有今天三关全赢或全输的？全赢的是谁？前面，中了，机会很大。但我们三个都输的，有。有三个都输，三场都输吗？是是是，被交换来交换去，换过来还是输，对，还是输。哎，好，保重，保重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派人从我们奖励箱抽出两张奖励签，那抽到的人就可以挑战我们弹珠台。球落点在哪一个奖金，你就可以带走多少奖金。但是有没有看到我们球落点下面有骷髅头的图案？有。如果落在骷髅头图案，不管几个，那我们就要从惩罚箱里面抽出我们的惩罚人数，然后要接受我们今天的 all in 你的位置。all in 你的味道是什么？好好奇，你要派谁来抽？好，那我来啦，直接三赢的来抽一张啦。好啊，那杰米你抽一张，先洗个牌，一张一张，帮我们洗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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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帮我们眯排一下，眯排一下，再慢慢秀给我的摄影机，帮你盖住。好，你别，你先先先先，好，等一下哦，好来 ，OK， 好。是谁呢？第一位，博安。哇！哇！哇！很幸运耶！今天来赚钱了，赚钱了。好，博安已经是第一个那个问年者了，要再抽一个，好，再抽一个，还是小外帮我们？小外来抽，小外，好。一样帮我们咪排一下，摇一摇。小魏是不是可以抽到我？转一转。继续。小魏，四个字。小魏，四个字。魏人民，小魏四个字。是谁呢？明一下，四个字吗？啊！哇！哦，真的是四个字哎。好呀。怎么样？反正放满本钱是不是？对呀。来了。没事，博安先来，博安好运，来，一千五，不会抽，公司说不会抽，一千五你的，今天要来赚钱的，一千五你的，赚钱哦，哎呦，边边，一千五，哇，你好厉害，1000元，没有惩罚，而且没有惩罚，哇，你人很好。又有了钱，然后又不要让我们得到惩罚，这样子。对，恭喜博安，恭喜！太好运了，好，我们先瞄准一下。来，我瞄准一下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钱吗？零，想要1500，零，先不要。我想要1500，那我瞄一个1500又有惩罚的。哦，你好坏哦，当爸爸怎么？有可能抽到自己，这样才有意思啊。心地很，惩罚到自己。哎，闪！这样讲有道理，也有可能惩罚到自己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管，先拿钱再说。好，对。不要，500，没有惩罚，今天没有惩罚，啊，没有惩罚，好，那我们恭喜范江跟吴安可以获得我们的奖金。那我们要不要加码抽出一个惩罚的人？要，小万自愿，要。少啊！反正他们今天有两个三输的，有6张啊，哇，几率应该很低了，因为 Oi 你的位，还是输的这两个人，好了，你们自己抽啦，抽啦，你们开个抽，我们一人抽一个，我可以找我一人抽一个，要两个惩罚吗？两个惩罚，我什么意思？怎么两个惩罚？你们你就没想到自己在加嘛？好，你们自己。多爱加嘛！我先你，我先压，不是应该只放你们两个的名字？多爱 all in 啊！你们，对啊，我这样如果我抽到别人怎么办？对啊，抽到自己。好来，好来，乔丹先，绝对是自己的。一，小赖。这个也是成了。三二一。我不想问。小魏他自己吓到不行，小魏他不敢讲话，很不好意思。
好，我们就莫名其妙的请陈恩跟魏佳莹接受我们的欧一你的胃的惩罚了。好，我们的惩罚就是欧一你的胃，请把我们的西芹、苦瓜、胡萝卜、凤梨汁喝完。哦，听喝完吗？苦瓜、胡萝卜，你们可以分，可以分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要先闻一下，先闻一下。苦瓜前面那是什么？蔬菜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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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健康。蔬菜汁，那是芹菜汁，蔬菜汁，芹菜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干杯了，好，两位请干。欧影的蔬菜，芹菜加苦瓜真的会崩溃。哎呀，这个在哪里？为什么小胃？小胃很猛，平常有在鼻子，平常有在喝。平常有在喝，平常没事喝这个喝蔬菜，喝蔬菜，每天早上一杯，健康。我觉得芹菜味很重。然后你怎么都面不改色啊？因为蛮苦的。有一点苦，对啊，还是你没有配件？我有，平常有在训练，对啦，刚好在跑宣传，要保健一下身材，对，身体好。今天刚好小魏跟 Onyfire 都有带来作品，然后演出，没错，魏佳莹要带来的歌曲是《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》，欢迎魏佳莹。这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晴天，你却笑得比天空更像晴天，怎么能有人笑得那么天真无邪，却会让人流泪。还是和那一天一样的冷清，只是你已经不会在我身边，说了再见但是却再也不见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涂上的离别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求求你不要再迂回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一个人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的机会，只要你能给我珍贵。欢迎 Onyfire 带来的歌曲 Prince。Yeah， 对 ，OK， 当他们的眼神变成铁链。我就明白必须要画出界限，离开一切不必眷恋，别那么多眷恋。Yeah, OK， 做一些表面功夫的早晚被攻破，我自己的顽固带来不少收获。Elevated, oh just fake it, so what you say？ 摘掉对不对白或黑，帅或美。做就做动作 Reset 彷徨的心改造，重新站好 Right now Gonna take control。 Better recognize the name， 改变他们的改变，这能平静的海面。截然不同的风格的表演，太精彩了！来，好好的最后宣传一下，来，小魏。哦，这个呢是我的最新专辑《我很好》，然后这里面有一首歌是和零九合唱的，叫做《天空有多少种蓝》，然后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听看看。好，这就是小魏，还有 Onyfire， 这是非常的不一样，帅气的 Prince， 跳得好整齐，好帅哦！谢谢。好，来最后宣传一下这次的作品。
大家好，我们是 All in Fiv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安，我是杰明，我是陈安，我是哲伟，我是玉成。好，那我们也推出我们的最新迷你专辑 Prince， 在11月25号已经正式发行。是的，那我们这次邀请到很厉害的金曲制作人米其林，帮我们量身制作打造。对，那我们这首歌 Prince 主打歌结合了很多风格元素，元素，对，就有 EDM 电子，是，对，异国风情。然后我们这次专辑收录了6首歌，每一首都是不同的风格，然后其实这6首歌也很贴近我们的个性，然后以及我们喜欢的那种曲风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没错，谢谢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即将要办北中南3场的签唱会，天哪，对，所以大家都可以。追踪我们，订阅我们，搜寻我们的 YouTube、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支持我们。详细资讯到时候都会公布。没错，一定要多多支持，这是很不一样、很努力的 All in Five， 还有支持小魏。谢谢。我们的鱿鱼米游戏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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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！头很晕。